hope 其實唔係即希望，唔係一個關於 chance 嘅問題，即唔係因為我有 chance 所以我有希望，而係話我有 faith， 我有信念，我有希望。手爬不遠，累了，我帶著頭離開。我哋今天的主題本來是行旅啦，咁行旅裏邊咧，我哋就諗起機場咁樣，咁因為今年咧個展覽空間就由以往嘅一層嘅巴士畫廊就變成咗兩層，咁所以咧就諗緊兩層有個咩 idea 咧，咁後來就即係石俊賢就 come up 咗呢個 idea 咧，就係話咁不如就做呢個機場一層departure hall， 一層 arrival hall 啦。文學館的題目呢通常都是同事一起想的，同事就想到吃個離樓之間的 get 喎，我覺得喂幾好喎，然後投票又呢個跑出，所以我哋就是咁樣。部分的作品都會那個文本都會是用一個立體的方式同場展示，就不是話很濕塗咁喺嗰個地下啊、牆身啊咁樣。除了作家的文本，仲有藝術家的視覺的元素的時候，咁其實可能在文本看不到的一啲嘢，咁可能會在作品透過作品會了解到一啲嘢。我對離樓之間的想像是，即係我一直都覺得香港是一個流浪的地方，即好像從來都不屬於自己咁樣。我如果將首詩很完整咁樣illustrate 出嚟，呢個唔係我一貫的方法咯。即我通常都係 based on 呢個文本，佢 inspire 到我喺當下對於實際情況嗰個諗法係點咧，咁我就會用呢個方法去展示出嚟咯。第二個最深刻同爸爸的記憶就是踢波啦，咁我就諗，即係如果而家我或者我爸爸對於下一代人嗰個想像究竟係咩嘢咧？而家嘅爸爸佢哋個背囊裏邊會裝住啲咩咧？咁所以我就覺得係一個好不由自主嘅狀態。咁呢本書我亦都好中意，係我最中意一本書。佢係講緊一隻海鷗，佢覺得生活唔係淨係揾食物嘅。應該是去作為一隻仔去挑戰飛行的高度的。我覺得這些概念即可能聽下去很 old school， 但其實我覺得這些是很即影響我很深的東西。